自称已死的钮承泽十号现身北检应讯，开庭前两分钟才到的他，引起现场媒体大混乱。问了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一身低调装扮，抿嘴快步进场，对于媒体的提问一概不回答。而其实早在来北检前，他曾说答案永远只有一个，究竟答案是什么，等结果出炉就知道啦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